去。哇，突然拔起来 Vrkić 的第一个 field goal 来了，这是一个三分球。Zoran Vrkić 再来一个，开始让 Zoran 来挑大梁，大号三分球，哇，真距离好。可以透过行动装置使用 My Video 的 App， 我们可以同步收看。当然，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今天金门球场的新同学 Zoran Vrkić。他的上半场呢，其实在进攻上面，特别是他这个在国外讨生活的外围火力啊，已经有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特别是他的这个大号的三分球，所以他的投射距离其实是够远的。往前跑，陈金环交给 Zoran Vrkić 放进两分，二球。跟着 Mitchell 左晃右晃往里面走。这一次挑战的是 Tony Mitchell， 篮板在张龙轩手上，再来一次，没有人了。这一次就40分钟的比赛，一分钟不行，两分钟不行，马上变换阵容。Zoran要单打 OJ， 没有跳起来之后，哇，他打的是后卫 OJ， 他不是打中锋。这瓦解的时候，苏一进面对麦克连接球出手新的，哇 ，Vrkić。王曼杰捡到篮板之后很快往前走 ，Vrkić 杀上来了，挑战。哇、哦！飞身灌篮得分，而且还赚到了一个小将加一的机会。定了 ，Vrkić 挑战篮筐，吃掉麦克连。李佳瑞底线，这球大了，哇 ！Water shot 妙传给 Zoran Vrkić， 难会说多好，但是至少他会朝这个方向去做。Zoran。哇，这个转身找到了好位置，交给 Zoran 往里面走，哇，这球好球，出已经分出来 Zoran Vrkić 三分线空心球， Vrkić 尝试再来一次的什么样的一个打法，哇 Zoran、哦、他今天真是而且很会，对，当然 Zoran 的这个第一节的一个火热的手感也知道第二这一次再飞进来，就是示意 Space 要进来抓进攻篮板，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吸引到两个人去封阻。这边是一条龙，从后场带到前场，钻钻钻，之后钻进了这两分，而且还有机会形成 N1。范思恩先跟裁判讲一下，刚刚小兵前将林耀恒跟范思恩下去，陈胜祥跟陈佑齐上来，哇 ，Zoran Vrkić 叫飞进上来帮他挡一下，之后勉强弧顶出手，哇，让他拆掉了这个。比赛开始，第一波球权在金九手上，于怀雅弧顶位置空心球，所以虽然于怀雅是打控球，可是他运作篮球的时间不一定会特别的长、啊、那只要这个点人往前冲，林伟汉基本上都找得到这个人到底在哪里。哇！但是责任于防守，他敢区域，就是因为看准你在这期间投不进。哇！责任 Vrkić 收起来，交下去的篮下控的是 Vrkić。好，第二节的后半段有吃到一点。哇 ，Vrkić 杀进来了，这样该注意的部分，上倒出来，最后是交给 Zoran Vrkić 一个人在前面跑，就是继续维持的这种快攻，所以才会让 Dawson 有这种出手的机会啊！哇 ，Vrkić， 哇，最后好球，放一下交给 Zoran Vrkić 在内线要出手，滚了。这个就是你刚提的刘畅说的切入以后的分球，哇 ，Zoran Vrkić， 他跟去年得分的平均总共提升了大概15分、16分。Zoran Vrkić 飞进来了，讲啊，所以他当绿叶当久了，他很清楚知道要干嘛。Zoran 这次来了，挑战篮筐，哇，这一次直接插上来。这个金九来说 ，Zoran 哦、oh ，大弧度，哇！我的领导出手 ，Buzzer Beater， 这是一个三分球，也是 Zoran Vrkić 今天投进的第二颗三分球。金九一开始放上的是柯敏豪、李焕雅、张荣轩、苏玉金跟 Zoran Vrkić 的时候，球进算啊，还有加罚的机会。哇 ，Zoran Vrkić！直接杀进去的灌篮得分，这个 pick and roll 过来，蔡文成很聪明的，跟他讲说大家走开，我来交换了，哇，而且挡得够扎实，所以林书伟拿了球就是轻松上篮了。后方有一些断传球路线这样子防守，小软第一次 wide open 的机会出现了，他也掌握住了，很稳啊。重新来设定，没错，他们还有一次犯规的空间呢。小软
黄国林梦就切进来，这个放球放得很高，弹了一下，最后哇，快呀！现在换左边底角的 Zoran Vrkić 也换，再给 Zoran， 哇，前面怎么是麦克脸呢、啊？我赶快，那这些记录都是整个队台湾篮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哇 ，Zoran Vrkić 打得很强势。麦克连这次哇好球 啊收球再交给 Watershop 勉强出手，没有再点一下的是 Zoran Vrkić 12-13次只差一次的助攻。 Zoran 飞起来，这次放得漂亮，大复活的感觉，是记得自己打滑了。前面 Zoran 面对 OJ 杀上来快攻得分，当然 OJ 今天整体在下半场的哇哇Zoran Vrkić Thank you very much。 对，三分线出手弹了一下没有，篮板增强回到 Zoran 手上，再起又是 N1 的机会。出来之后进攻权还在自己手上，哇，晃过了 Shaskers 的差板得分也有。哇，今天呢、啊、会看到用兵会更谨慎， Zoran 拿了就跳，跳了就有，这是一个三分球。哎呀，左边有 Zoran 杀进来了，拉了一个小杆，好球，有办法控制得很好。 Zoran 面对包夹硬起，这次示范了一下给周博去晃晃，再分出来 Zoran 剩下两秒了，这一个抛投大半得分，哇，结果交掉了。是，这一球是难得看到蒋玉安的冲动啊，切太深一个回马枪。 Zoran 来了，这次半灌半放，当然在心里鸡汤喝完之后看看有没有效果。哇，效果不错啊，力啊跟策应能力啊对金球来讲都相当重要。Zoran 外线再来一个 again， Zoran 这球开得漂亮， Zoran 直接来了，有机会灌了得分。哎呀， Zoran 哇空了、哦、哇，这次在后面的补防的过程里面让 Vrkić 找到了机会，决定很大的一块也是来自于队友的起伏性。哇，这次是 Zoran Vrkić， Zoran 在高位，哇，这是第二次精准，当然这种可变形的区域防守就考验到补位的位置了啊！哇，这个才44-40，上半场只有两分钟，周人的球危险，还是选择要硬来，跟球队的定位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他可以比较不紧张跟不着急来做。陈伟鸿第一时间没有再分出来 ，Zoran Vrkić 绕出来有机会了，也进了。对，卡西亚，结果又被金球把球断掉。前面苏一进一个转身之后，直接自己来，再交给 Zoran， 轻松上来，四秒第一节要结束，退出来 ，Zoran 拿了起来就跳在赖廷恩面前，哇，不足啊！而且另外一方面，张博伟的拼劲是够的，没有休息。Zoran 右边底角拿了就跳，跳了就有。掩护之后，面对聪明，空间不太好，但硬起还是让他找到了一个打板的机会。又把球抄了回来，等林梦雪已经盯住了，配进去，老将陈静环。重点是他很多 handoff 或是交球之后，他自己会下滑，对对方带来不少的威胁。哇，那很高啊，39%啊，可能比李正儒还高一点。在左边，这个有机会了，看看有没有机会把球交给上。周人没机会，干脆自己出手，这次进了。哇！绕过来，陈一瑞这人扑上7秒，外线拔起来再出手，这次带到偏右 ，Sharp 的进攻篮板，再交给顺势。再上球队的整个打法，都愿意去分享球啊。顺上球队到目前，周人在右边往里面给 Watershop， 哇！威吗？是，而且他认为这是个 UU 啊。周人强势。结果这一抛弹了两下之后弹进去，是是，进攻时间快到了，周人屋顶拉出来带一步的出手，哇，拆下再拆到了，我们上来掩护之后，现在准备讲硬是让周人逮到往里面走的机会，哇，这会是 N1 吗？是。再过一天啊，但对美国来讲，今天哎是愚人节啊，外线出手 ，Zoran Vrkić， 这个。Jones 自己在 play 以外做切入动作的时候，他的队友第二犯是未持球者的犯规。余焕雅外线出手、oh. 再来，交下来，周伟森，周瑞起来了，这一次换他来挑战篮筐得手，手很少，手就架得很高了。周瑞一届马上把他先推开了，说没有吕振如这个情况之下，他们新九 gave 这个考虑守区域防守。
啊，看这一个临时优先调整期里面有六个人出现流感，哇，这个样式外围的出手 Zoran Vrkić 不用去太做太多的担心，塞了，小心外道 Zoran 的外线，上 Zoran 一个人直接，哇哇 ，Zoran 也怒了，进完手上，出一进。交给 Zoran， 外线直接拔下来出手，哇，这个三分球重要。是面对塞人上来掩护之后，这么大的空档好像都不习惯。哇，谁说他累了？是。憋手憋脚，可能体力下滑是主要一个原因。Zoran 绕进来了，哇，这次马。Zoran 有机会了，上来，他们都不太跳、啊。所以基本上，如果努力跟他拼抢，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对，但他只是从他头上把球给拨掉。我连第一节玉龙还可以跟对方咬得紧紧的，直接要送给塞勒。分明好切分，手软底线外线第二次出手绊了一下，再倒出来，进攻时间剩下五秒了。手软外线出手，再来一个 again。但陈俊桓把进攻篮板点回来，手软的 wide open， 哇 ，triple。久了，这次的控场出手有了，单节的第四颗三分球，意识一点，其实他各方面的能力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有时候太温和了。Zoran 完全出手，再来一个。